大家好，我是 SN 学 Forte Team Mentor 的赵月。今年总选又要开始了，然后我在这里又要开始我的表演了。对，然后去年呢，大家给我投到第九名，我非常感谢大家。对，不管是投了一票还是0.1票，我都心存感激，谢谢大家。对，然后因为大家去年给我投到了第九嘛，所以说为了能配得上这个名次，我也做了很多努力。比如说就会有跟着 Seven Senses 啊，就一起去海外训练。对，那个时候其实刚过去的一两天真的特别辛苦，我都没有办法就是想象我过一个月以后回来是个什么样子。然后就大家一直在微博上面给我加油啊、鼓劲啊，然后就说因为你是赵月你可以做得到。所以说因为就是有粉丝，也是因为有我的努力，就大家一起的努力都是相互的，然后就变成了现在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我。对，变得有点不一样了，就也在往好的方向慢慢发展，我觉得也挺好的，但是也是离不开你们对我的支持了。然后呢，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也在这边录过这个视频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披了7块木板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应该是印象挺深刻的哈。对，披了7块木板，当时我的目标是进省旗，但是因为就是离目标还差那么一点点。对，我当时得的是第九，那也是蛮开心的啦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人生一定要有更远大的目标，没有更远大的目标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？所以说今年我的目标依旧是省旗，虽然就是我说这个目标已经差不多有2次了吧，这是第二次了。对，虽然被击败了2次，但是我们不能被就是杀掉士气，我们得要继续努力，一定要达到目标为止。然后呢，今年虽然是第九名，也有就是感觉就是也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，但是也会有小的遗憾。对，这个小的遗憾呢，就是没有能参加这届的泳装的拍摄，泳装单的拍摄，就是一点小遗憾。然后粉丝也这样跟我说，这回泳装单就是你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没有显现出来。对，所以说呢，我这一次要弄一个大事情，对，发一个大福利，就是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也是给我一个机会。对，然后呢，这次的大事情是什么呢？激动人心时刻来了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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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回的大事件就是，如果我今年能进神七的话，我就要 solo 泳装单的《爱的加速器》的 PV 版。所以说，想看的大家给我投票吧，我们一起努力。